你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你是不是有别的想法了？一桐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只是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我马上去解决，我一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。你逗我玩吗？怎么就说不清楚了？你就是不想说。一桐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件事情关乎到所有人，相信我好吗？我们回不去了呀，燕姐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一桐在这儿，我肯定要留下来。你呢？我问你呢？愿意不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其实想想，咱俩在这儿，肯定要比回去混得好。哎，咱俩有时间想想，搞点阿里巴巴的股票，还有腾讯的，再不济等优酷出了，搞点优酷的。说不定咱俩哪天就成为亿万富翁了，到时候谁还回去？哎，回去还要面对大魔王，还有那该死的论文，烦都烦死了。你能不能想点正经的？你怎么想？回不去了，那就留下来呗。还有啊，我觉得张雨博的事情一直都在往前推动，我们得赶紧想点办法。嗯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哦，不过啊，燃烧乐队演唱会一定得按计划进行。走，卖票去。走，卖票去。怎么样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可太难了。哎，这票没卖出去几张，小广告倒是收了不少。但是我倒是想明白一个问题，咱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咱们的受众群体。受众群体是什么？受众群体就是指有可能消费我们产品的潜在用户。嗯，没错。简单来说啊，咱们的受众群体呢，就是经常出入酒吧的那些人。我有个提议啊，雨波，你不在冲撞酒吧驻唱过吗？嗯。所以啊，咱们可以先去那儿热热场，搞一波造势营销，怎么样？嗯，行啊，咱们收拾东西出发吧。嗯。
点购买，也可以登录天涯论坛，上面有我们的网店。什么是网店？姑娘，你不是这人吗？你从哪来的？你告诉我你从哪来？你放开我！你跟我说你从哪来的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小伙子，我看你印堂发黑啊，大限将至了。走，我给你算算。神经病吗？算多了，算多了，来，走。哎哎，你死！哎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好人不。神经病。没事。我把书放你这儿了，爸爸替我也拿走了。别胡思乱想了啊！今天那个人就是个疯子，打你在干嘛？哇哦！咱们的票一扫而光，真的假的？什么假的？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？必须的。香槟，没问题。安排。小九，拿杯子。来，走。来说两句吧，咱们乐队走到今天，辉煌过，失败过，被冷眼，被嘲笑，甚至被诽谤，但咱们坚持到现在，我除了要感谢陪我一路走来的队员们，还有一个人，是他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拉了我一把。不是我呀，七个，哎呀，行了，人家小九都不好意思了，来，我们再走一个，来，预祝咱们演唱会圆满成功，干杯，干杯。想不想出去走走啊？给你个东西。什么？先把眼睛闭上。哒哒哒哒！啊！你不是之前一直对他感兴趣吗？我现在把他送给你了。真的吗？他可是你的宝贝，你真的要送给我？从现在开始，你是他新的主人。林杰，
你干嘛？张玉博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怎么又来了？又来？不是，林九九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接个吻都能把书弄掉了。你看，你干嘛搂人家呢？讨厌！小圈圈捶你胸口，你给我正常点儿！你信我揍你！姐妹好凶，姐妹打人了！你给我站住！喝多了都这样吗？不晓得。我们怎么回来的？这书稿被人动过。我明白了，这手稿就是打开那个世界的钥匙，而这自习室的窗子就是一个无形的虫洞。嘿，我说我这是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呢，我得赶紧记下来，说不定下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我。连结都什么时候了，办正事儿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再不回去一同就要生气了。现在是想这个的时候吗？我们得赶紧找到图书馆的秘密，这可关系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对，张宇不要出事了，我们得赶紧去调查了。走走走走，去档案室。啊？去档案室，档案室，快走！现在时间紧迫。我们去过档案室之后，得赶紧回到1999里面。嗯。这档案室我们要怎么进去啊？上次我趁他们不注意溜进去的。1999年，张雨博与林英同一伙在疏散同学被困图书馆中。我这儿回来了。哎，连杰，小九，你怎么？哇，巧了，1999年的连杰和小九都在这儿。哎，今天几号来着？我来算一算啊，在这儿的一小时就等于一星期，那我们在2020年过了2小时1刻，也就是……哎呀，别算了，就是今天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快！Thank you.
今天表现的可太棒了，我说。那我呢？无与伦比。哎，对了，老张，今天演唱会这么成功，你不带我们的大功臣出去浪漫一下吗？你们想去哪？你来安排吧。我倒真知道一个好地方。嗯，哪？去了就知道了。这样不挺好的吗？可是现在有多幸福啊，分开的时候就没有多痛。好啦，来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，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呢，睡会儿吧。下车。哪儿到了？你骗我！你看这脚，可以呀、啊。哎，好漂亮啊！可以啊，拍的。哎，让他给我们也拍一张吧。哎，行，叫他去，叫他。哎，帅哥，帮我拍个照呗。拍张照吧。好嘞。就是，按这个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小小，别哭丧个脸呀、啊！哦，开心点嘛。哎，可以啊，游的不错。想不到你考铁树开花的一天，整的挺浪漫。铁树开花，跟你比可差远了啊！哎，
你是不是对小九有意思？我可没有啊。都是成年人，害什么羞啊？别拿你的思想去揣摩我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。我对小九那认真的，我会对她负责。开个玩笑，太认真了。走，等我一下。这山真高，你别游了。来，你们来了，来，低头下来啊！不会游了，你就装呗，你快下来嘛！你敢扑我？你快过来！有本事你追上我呀！好喽，过来。我教你游泳。这么有钱的姑娘。噔噔噔噔。打开看看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。其实在遇见你之前，我觉得我的世界一直是灰暗的，但自从遇到了你，我觉得我的世界才真正有了色彩。一直觉得我冥冥中在等一个人，十年，哪怕是20年，我都可以等。但我庆幸的是，上天让我这么快就等到了。那个人就是你，林九九。毕业之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可我……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可是当下幸福不就很好吗？你的手好美啊，能不能学学人家？坏了，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啊。等着，闭上眼睛。当当当当当当，嘿嘿，来吧。你给我戴这个干什么？这个戒指的意义可不一样，是我亲手为你制作的全球限量版。你戴着它，就仿佛我在你身边一样，一直陪着你。嘿嘿，幸亏我机智，深得偶像剧之传，要不今天可就死定了。来来来，新鲜出炉。
这几天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以前我以为音乐是我的全部，现在才知道最重要的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雨博，小九，谢谢你们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矫情了？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，咱们必须得不醉不归吧。来来来来来，为我们四个人的友谊干杯。愿我们青春不朽，友谊常驻。干杯。总是在梦中遇见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你这般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动，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担心。